大爷，你这对嘴喝吗？这个白酒？每天喝三嘴。啊。现在有钱了，不吃不喝干什么？您现在还那个干活吗，大爷？啊，我得干活，我那还很累，我还完了去亩果园了。这七亩果园一年能收入多少钱？种的不错，就七八万。你亩花不就出来吃喝吗？孩子不用咱们花，就自己吃喝。啊，认真的。大爷，你喝酒为什么不用杯啊？用杯干什么？用杯啰嗦，不让咱给他出一块利索。这个方便，早上再端起来没意思啊。啊，早晨这一顿能喝多少？一顿没准是八斤，没准八斤。一天是一斤半。一斤半。这一年得喝多少？一年反正是五百斤不够喝的。今年多大岁数？72。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干活体力劳动，锻炼身体，能喝能喝就是锻炼了。最多的时候一顿喝过多少？在上学的时候喝了3斤。这么厉害？哎，你不是吹牛吧，大爷？不吹不吹。现在我怎么说？今早上喝了一碗了，现在有半斤就喝好了。哦，就是真的。半斤加一碗。哎。啊、那就是7.5斤了。您这个酒量在当地能排上号吗？哎呀，很多。我见他们和我那么大岁数，还能喝一个。一早晨这是8两。啊、哦，您感觉喝酒的意义是什么？喝点酒吧。啊、嗯。对自己身体吧，没有坏处觉得哈，就是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没有坏处。啊、嗯。但是呢，喝多了不对，喝少了还精神有健康有力。身体健康呢，还可以，还能享受这个。你感觉哪个地区最能喝呀？中国东北就是山东。啊，这山东排第二啊。东北也能喝酒，山东也能喝酒。大爷，你这一年种种果园挣个6-7万块钱，嗯，你感觉你在农村的生活幸福吗？我觉得很满意，很满足。我当了9年兵了，没有就是6000多块钱，连老年金不是7-8百吗？大爷，我看你也挺喜欢喝酒的，我送你一瓶咱们山东临沂本地的45度的瓜干酒，带回家喝，别在这儿喝。那介绍，特别高兴，特别谢谢你们了。